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和 Coco Shinsong 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习惯致富》一书中的第21个至第30个富习惯，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若我有念错的地方，欢迎留言告诉我，我将送你100个 KOKO Coin， 就是 Coco 虚拟币。你可使用 Coco 虚拟币在我们的网站 cocoshinsong.net 换取你喜欢的商品。培养这些富习惯，开始踏上成功之旅并享受富裕生活。第21个富习惯，利用杠杆的力量帮助自己达成目标和实现梦想。成功人士利用杠杆的力量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和梦想。杠杆表示利用你的所有资产、是技能、时间、金钱和人际关系获得生活中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例如，成功人士会去找志同道合的富关系，将他们介绍给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的个人或团体。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关于时间，我们都站在平等地位。成功人士明白，为了善用时间，他们需要其他人帮忙拉车，让他们往前达成目标和实现梦想。10个人为一个目的共同工作，就等于一天240个小时。另一个例子是成功人士如何善用知识和技能。他们晓得自己不可能知道一切或擅长每件事，所以会借重人际关系网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善用圈内每个人的集体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和梦想。不成功的人不懂得利用杠杆的力量来帮助他们。除了自己，他们不依赖任何人，因为他们并不具备许多富习惯，例如建立人际关系、扩大人脉、先付钱给自己和其他许多习惯，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杠杆可以借重。当你了解杠杆的力量，就能利用别人的资产、技能、知识、金钱和影响力，和别人为了共同目的结成伙伴关系，这样的杠杆可以帮助你将一天的时数倍增。成功人士每天都利用杠杆的力量，帮助他们向前达成目标和梦想。你有没有好奇想过，为什么有钱的人更容易赚到更多钱？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第二个和第三个百万元远比第一个百万元容易赚？他们使用杠杆的富习惯，而且我谈的不只是借钱。富人至少有四种运用杠杆的方式。一、金钱。富人和一般人在建立财富方面的最大差别之一，不是他们如何投资所拥有的金钱，而是如何借重杠杆的力量，使用他们没有的钱，让自己富裕起来。穷人害怕举债，富人却擅长使用自己没有的钱以建立财富的艺术。他们用借来的钱扩大投资活动，享受更高、速度更快的报酬。二、人际关系。富人建立一支围绕自己的出色团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发展出一张很好的人脉网，他们就不必是每个领域的专家。拥有绝佳的人脉网，让你能够借重别人的专长。我常说，如果你是团队中最聪明的人，那么你的麻烦大了。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懂什么，甚至不是你认识谁，而是你认识的人懂什么。我没有打错字。你的人际关系网对于扩增财富至关重要，不只因为他们自己懂得，也往往因为他们认识的人也可能帮助你。时间，富人已经学会如何善用时间，将它投入最高和最佳的用途。他们把琐碎的小事外包给物业管理公司和其他承包商处理，而做到这一点。他们运用时间去学习更多事，发展人际关系，或寻找更多的交易机会。四、他们的心思。最重要的杠杆点之一是善用你的心思。记得罗伯特清崎在他的《富爸爸、穷爸爸》系列著作中说，愤世嫉俗的现实不让任何新事物进周来，而傻瓜的现实无法排拒愚蠢的想法。扩延你的心思，寻找机会，以新的方式善用葛重杠杆。第22个富习惯，不让害怕或怀疑阻止自己对目标和梦想采取行动。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如果你停下来倾听自己的想法，察觉他们，会发现大多属于负面。
但只有在你强迫白己察觉时，才会发现自己有这些负面想法。察觉是个关键，克服心中的负面声音。生理上，这些负面想法，脑中的声音是从大脑中称作杏仁核的一个区域产生的。杏仁核位于旧脑的边缘系统，它永远不会停止与我们交谈，这是为了一个目的。把它想象成是雷达系统，它会警告你危险来临，并发出担心、害怕或怀疑的讯息。当你着手做某件新的事情或涉及风险的事，这个声音就会低声说出所有负面的可能性。新目标、追求梦想、投资我们的钱在新事业或新专案、新的就业机会、可能升迁而负起新责任等，都会触发这提声音。它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失败，你可能赔钱，你的工作表现可能不好而遭到解雇，可能导致破产。这些声音警告我们要停止正在做的事，并且回到我们的舒适圈。不成功的人屈服于这些声音，成功人士却忽略他们。尽管他们会害怕和疑虑，却努力追求人生的目标、梦想、新商机和新挑战。成功人士如何能够克服怀疑和害怕的负面声音呢？他们会玩一种我称之为如果会怎样的游戏，如果我成功会怎样？如果我喜欢做这件事会怎样？如果我赚的钱超出预期会怎样？如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会怎样？如果他让我快乐会怎样？如果他有助于我的家人会怎样？如果他创造了我的梦想生活会怎样？如果他让我更有价值会怎样？如果会怎样的游戏会封锁住负面心态，并用正面心态取代它。它化解了我们在追求某件有价值的事时都会面对的各种害怕、疑虑和不确定性。它会立即改变你的思考方式，给你勇气往前走。下次你面临困难的决定时，请玩如果会怎样的游戏。不要屈服于恶魔的声音，因为如果恶魔的声音是错的，那会怎样？成功人士不会屈服于怀疑和害怕之下。第23个，负习惯，寻求别人的意见回馈。成功人士不断寻求意见回馈，他们养成这个习惯。意见回馈改进了他们在事业或职场生涯中提供的任何产品或服务。成功人士将意见回馈视为侦查任务，这让他们得以获得宝贵资讯，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增添了价值。养成寻求意见回馈的习惯，使得成功人士有别于其他每个人，让他们能够学习和进步。成功人士会寻求同事、主管、受雇员工、客户、顾客和事业伙伴的意见回馈。不成功的人避免意见回馈，不成功的人害怕招来批评，所以不敢征询别人的意见。害怕是让他们在人生中迟蹰不前的负面情绪，他们屈服于批评的害怕之下。你需要了解关于自己所做的一切，才能确定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或者是否需要改变正在做的事和怎么做。寻求意见回馈的成本远低于经由跌跌撞撞的生活吸取的经验，浪费时问和金钱去学习不要做什么事情。透过逆境生活的学习是困难而昂贵的方式，寻求意见回馈是迈向成功比较容易且成本较低的途径。意见回馈可以保证成功，或者最起码保证你不会失败。如果你一向避开意见回馈，那么你就是出于害怕而做事。持续自我改善是成功人士的特点，成功人士寻求意见回馈帮助他们学习和改善。第24个负习惯，请求别人提供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是圣经中最著名的经文之。这有个很好的理由，当你请求想要或需要的东西，真的有可能得到。成功人士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习惯向他人请求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不成功的人则不会向他人请求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害怕。实际上他们的害怕有两种。一，害怕拒绝。对不成功的人来说，拒绝会让他们尴尬、丢脸或在某些方面被贬低。二，害怕义务。义务表示你欠某人人情。有人帮了你一个忙，现在你有欠于他们。
不成功的人不会请求别人帮助，因为他们不想觉得自己有偿还人情债的义务。另一方面，成功人士会使用两种策略来帮助自己克服这两种害怕。一，管理自己的期望。当我们请求帮忙，期望对方说好，实际上却得到不实，我们会立即感到不快乐或情绪低落。成功人士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们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在请求帮忙时调整期望得到的答案是不，他们实际上是期待被拒绝的。如果真的遭到拒绝，他们会因为早在预料之中而不会感到难过，不会不快乐或沮丧，因为他们本来就期待对方会说不。如果有人出乎意料的好，他们会立即感到快乐、乐和情绪激昂。二，理解义务会创造伙伴关系。成功人士明白，当他们对某人负有义务，实际上会强化自己和那个人的关系，义务会建立起伙伴关系。成功人士明白，他们需要伙伴关系才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义务是获得有价值合作伙伴的一种方式。成功人士会请求他人提供自己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以争取伙伴投入他们的目标和理想。第25个负习惯，编制自己的个人化不做事项清单，而且每天遵循。我们都听说过代办事项清单，把最好的代办事项清单并入日常活动，有助于你在生活中向前迈进，达成目标和实现梦想。但你可能从来没听过不做事项清单，这份清单包含你永远不应该做的事，因为它们不是浪费时间，就是坏习惯，或者让你无法拥有快乐和成功的生活。典型的不做事项清单可能包括以下个项：今天看电视不超过一小时，今天不浪费时间在脸书、推特、YouTube 等上面，今天不嫉妒任何人，今天不冲动购物，今天不说人是非，今天不赌博，今天不饮酒过量，今天不发脾气，今天不漠视家人，今天不阅读负面新闻内容，今天不推脱延迟，今天不嘲笑任何人，今天不讨厌任何人，今天不抽烟，今天不要有负面心态。每份不做事项清单都能转化为你自己的个人化负习惯。成功人士了解，不做事项清单和代办事项清单同等重要。他们明白，知道不做什么和知道应该做什么对于取得成功同等重要。不成功的人则无法察觉自己正在做的事，阻碍他们迈出人生一步。不做事项清单帮助你察觉不应该做的事。代办事项清单虽然是很好的成功工具，却只能让你走一半。不做事项清单会带你走接下来的路，强迫你察觉正在做的事可能正阻碍你的人生踟蹰不前。成功人士晓得他们不应该做什么事，一如他们晓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我这一生因为对一些事情说不所赚的钱多于对看到的机会说好，但是我不只有事业和投资上的不做事项清单，我的个人生活也有很长的清单，包括以下个项：一，不必担忧。你担忧的大多数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而会发生的事，5年后回顾可能是不足挂齿的芝麻绿豆小事。二，不必总是对的。我发现人际关系中，你往往不是对的，就是快乐的，所以你的战斗中要有所选择。通往正确目的地的道路有很多。三，不要从短期观点看事情，要有大格局的视角。四，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因为如果你做，充其量就是和一般人没有两样。五，不要等待完美的时间。生活中任何事情永远不会真正有正确的时间。六，不要等到知道所有的事情之后才起步，那个时间永远不会来到。现在就开始，知道你并没有掌握所有资讯，然后在过程中持续学习和改进。七，不要评判别人。我们很容易就跳到结论，但那是未审先判或偏见，反而要倾听并试着理解他人的观点。八，不要试着做到完美。你当然应该努力做到最好，但是不要追求完美主义。九，不要因犯错而烦恼。
他们是成长和学习的一环，不要去想本来可以怎么做。十，不要忽视你的亲朋好友，毕竟你真正的财富是他们拿走你所有的钱、财产和股票之后所剩下的。十一，不要忽视现在的喜悦，这真的是感恩的负习惯。第二十六个负习惯，为了向别人学习，不怕问问题。常见的误解是，成功人士不会问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所有的答案。如果有人永远在问问题，那魔一般的看法是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并不聪明或知识渊博。实际上，如果想在人生取得成功，问问题是能做的最明智事情。成功人士早在功之前就似经想通这一点，他们乐于问问题，他们晓得借由问问题获得的资讯正是增进知识的另一种方式。对他们来说，这可以节省学习新资讯的大量时间。不成功的人害怕问问题，他们害怕问了问题之后别人可能瞧不起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学到的知识就很有限。成功人士不怕问问题，他们知道问问题是增进知识的高效率手段。成功人士都有童年的特质，好奇，喜欢问问题，凡事想要一探究竟，知道答案后又觉得很奇妙。第二十七个负习惯，设法奉献自己的时间而不期望回报。成功人士明白，你必须先舍才有得，这是不曾改变过的普世成功法则之一。如果你想要人生成功，就必须先给他人价值。不成功的人的哲学是先我后人，在他们把时间奉献给任何人之前，想知道自己能有什么好处。他们抱持自私的世界观，只要看看任何非盈利组织或慈善机构的董事会，许多经营非盈利组织或慈善机构的人恰好都是成功人士，这让你感到惊讶吗？应该一点都不吃惊。物以类聚，如果你想找出许多富人和成功人士聚集的场所，加入当地的慈善机构或非盈利组织就行了，这是富人用来和其他励志成功的人发展关系的途径之一。这些关系最后往往是一起开展事业，并彼此帮忙壮大和成功。成功人士会奉献自己的时间，而且不期望自己会在财务上受益。他们对于改善他人的生活比改善自己的生活更感兴趣。第二十八个负习惯，努力每天快乐。快乐的问题之一是，我们都被设定为寻求快乐，好像它是某个目标似的，所以我们出去买东西让自己开心，买东西会制造短期的快乐，最后快乐会消失，在此同时钱也没了，或者还得偿还债务，因而产生不快乐。或者我们追求的职业将提供我们高薪的最大潜力，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赚很多钱就可以用高所得去买到快乐，所以我们长时间像奴隶般工作，而且随着时间发现自己并不快乐。我们不喜欢赖以为生的工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像是我们住的房子有多大，开的车子有多好，或能让家人吃多少食物，其实都无关紧要。让快乐成为日常习惯，快乐不是目标，这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的状态。快乐的三步骤公式如下：一，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如果那很快乐，就为你已拥有的感到快乐。如果想成为作家，那就当个作家；如果想当企业主，那就当个企业主；如果是更好的父亲或丈夫，那就当个更好的父亲或文夫。二，今天做的事使你成为想成为的人，今天开始感谢你拥有的东西，今天开始写作，今天开始创业，今天开始做些事情让你成为更好的父亲或丈夫。三，当你心想事成，最后就会得到所渴望的。如果那是快乐，你将拥有快乐；如果那是作家的事业生涯，你将拥有那样的事业生涯；如果那是自己的事业，你就会拥有那个事业；如果那是爱你的家庭，你就拥有它。成功人士使快乐成为日常习惯，他们追求能在未来产生长期快乐的活动、目标和梦想，投资时间于长期的快乐。他们和快乐的人交往，避开不快乐的人。他们对于已经拥有的表达，
因此能够专注于正面事物而不是负面事物，例如他们所缺乏的。他们避开产生短期快乐的活动，因为他们了解那些活动通常会产生长期的不快乐，例如嗑药、酗酒等。不成功的人不快乐，而大多数不快乐的人会为了追求快乐去做任何事。遗憾的是，他们用来追求快乐的一些方法具有破坏性。嗑药、酗酒、偷情、赌博以及其他许多恶习都是不成功的人为了他那一时之乐所做的事。这些恶习最后成了穷习惯。当这些穷习惯不再带来短暂的快乐，他们往往会转向另一种恶习，很快的又会成为另一个穷习惯。这个趋势通常持续一辈子。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趋势，导致离婚、失业、健康不佳，最后过住不快乐的生活。增加快乐的方法。研究工作者对快乐做了各式各样的研究。美国心理学教授索尼亚·柳波莫斯基 Sonia Lyubomirsky 对快乐做的研究确定了以下个点：50%的快乐是遗传的，40%的快乐来自活动，10%的快乐取决于所处的状况。你的基因组成决定了你的快乐底线，这是你在快乐和不快乐事件前后回归的底线。这个底线是购买豪宅、昂贵汽车、珠宝等不能创造长期快乐的原因，也是为时磨你的生活中让你不快乐的事件，例如失去亲人、离婚和失败不会造成长期不快乐。最后，每个人都会回归到他们基因中的快乐底线。由于只有10%的快乐受环境影响，把追求财富本身当作目的，只会逐步增加快乐。增加长期快乐的唯一真正方法，就是参与产生快乐的活动。以下是帮助你增加快乐的策略和工具。一、管理期望。我们经常以过度乐观的态度看待生活。虽然乐观对成功极其重要，但不快乐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满足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期望。追求一个大目标、一个梦想或生活中的主要目的时，我们需要的就是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你需要将那趟旅程化整为零，成为100%能实现的可管理任务。这可以保证你达成期望并避免不快乐，也会让你因为超越期望而惊喜，从而创造快乐。二、练习乐观。乐观不是天生就有的，它需要成为常规并成为日常习惯。成功人士明白这一点，他们每天练习乐观思考，这是每天例行性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使用的工具包括每日冥想，每天2到5分钟，早晚各一次，想象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看见自己过住理想的未来生活，愿景板，贴上人生中想要的5到10样东西的图片，粘到纸板上，在电脑桌面上轮流播放或张贴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每日肯定，用一些简短的陈述肯定你实现梦想和目标。消除命令，负面想法或情绪进入脑海的任何时候，立即察觉到，并在它生根之前从脑海中消除它。为未来生活编写脚本，成功人士会为他们未来的理想生活写下几段文字。他们每星期至少读一遍这个脚本。这个脚本让他们专注于重点，保持正面心态。三、活在当下。你是否曾参加派对、有趣的活动或家庭聚会时，心思却飘到其他地方，想到工作、需要完成的专案、你和其他人之间的问题，操心财务状况和账单等。真是浪费了一个美好快乐的世界。活在当下表示清空所有想法，乐在此刻，享受现在。当你活在当下，你就创造了快乐的世界。当你允许其他想法干扰快乐事件时，就会永远失去那个快乐事件。四、克服害怕。克服害怕会改变你的想法，它会将你的心思从负面重新设定为正面，它会提高你的信心水准。做你害怕的某件事会把你带出舒适圈，令你焦虑和紧张，它也会让你兴奋不已。人类并不打算成为害怕的奴隶。我们的核心害怕存在于大脑的边缘系统。新皮质是大脑最近演化的部分，能够有意识地克服我们的害怕。当你陷入害怕的状况，大脑的2个部分便开始相互竞争。
新皮质在大小方面就优越多了。它的神经元比边缘系统多出数十亿个，能够轻而易举克服任何害怕。当害怕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你将体验到快乐。五，当别人的导师，导师是一条双向道，教学相长，双方都能受益。导师从他们指导的人身上学习，他们创造了崇拜的忠诚追随者。他们在财务上受益，导师和受指导的人经常携手一起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指导他人行为是一种快乐的活动，他为双方创造快乐。六，担任志工，担任志工就是在回馈社区。你会因此结识新朋友和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志工在帮助社区内的其他人时获得情绪上的满足。志工服务是快乐的活动。七，运动，运动是快乐的活动。虽然活动本身不是快乐的事件，但完成后会产生整体的快乐感。我们感到快乐，因为做了对身体有益的事。运动愈多，你愈快乐。八，学习新事物，信不信由你，学习新知识会让你更快乐。当我们学到新事物，大脑会产生新的神经突触连结，而且这种神经刺激会产生自我满足和信心增强的生理感觉。我们对自己有更好的感觉，这不是偶然。这些生理上的快乐感觉是大脑奖励我们参与良好大脑行为的方式。大脑的第二个目的，第一个是让我们活着，是学习。当我们学习新事物，实际上会增加大脑的质量，新的突触二新的质量。大脑是极少数质量会随使用而增加的内脏器官之一。我们学习的愈多，大脑便用快乐的感觉给我们更多的奖励。每当你学到一件新事物，就会创造一个快乐事件。每天投入20到30分钟阅读工作上，可以帮助你或增加你可能有的某种业余爱好或热衷知识的知识，从学习中得到快乐。九，冥想，冥想是良好的大脑管理方式。这就像让大脑度假，可以减轻压力，触发潜意识中的创造力，以及增加端粒酶，保持端粒健康的酶。端粒会关闭每条染色体的 DNA， 端粒膜损时细胞会死亡，这就是我们衰老的原因。如果你不曾冥想，那就设定一个目标，每天晚上睡前或早上醒来后立即冥想60秒，会让你感到更放松，并带来快乐的状态。每次冥想都是快乐的活动。十，练习感恩。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总是活蹦乱跳，正向热情，而且看起来非常开心，处于正面激昂的情绪状态，可以增进快乐。你可能认为有些人只是遗传上倾向于表现这种状态，但你错了。富裕成功的人有某种快乐习惯，可以创造这种正面心态。到了某个阶段，这些成功人士发现了快乐的秘密之仪式，练习感恩。总有某件事情可以表示感恩，每天都要练习感恩，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实况查核。它会阻止负面思考，将我们的思维从负面转为正面。当我们每天强迫自己反省生活中所拥有的福气、健康、工作、家人、朋友等，它会阻止我们思考现在缺乏的所有东西，因此改变我们的观点。生活中，成功和快乐的先决条件是从正面心态去运作。每天都要感谢生活中的五件事，创造每日感恩的态度。不久，你会为你的生活增添另一种快乐的活动。你参与的快乐活动愈多，创造的快乐就愈多。十一，和其他快乐的人交往，物以类聚。如果你想要更快乐，就需要和其他快乐的人交往。每星期至少需要花一小时和其他快乐的人在一起，和不快乐的人在一起的时间也要减少到每乌期不到一小时。当你和其他快乐的人交朋友，他们迟早会把你引介给他们认识的人，而那些人恰好也是快乐的人。你生活中结交快乐的人愈多，就会愈快乐。十二，笑，你笑得愈多就愈快乐。笑可以减轻压力和痛苦，也会激发脑细胞。就像有氧运动一样，笑会增进整个身体的血液流动，产生抵抗感染的抗体，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而且笑会触发脑内啡的释出，促进健康舒适的幸福感。每天阅读、聆听、观看让你发笑的东西，每天从笑的开心开始，这就像一种冥想形式，既有趣又容易。13、追求梦想和目标。追求梦想及其背后的目标会创造快乐的感觉。研究指出，我们在遗传上就是以目标导向来设计的。当我们追求新目标，就会活化现有的脑细胞或创建新的脑细胞连结，就是突触。追求目标时，新的树突和突触在大脑内形成。当我们为了追求目标而学习新事物，大脑喜欢这样的事，于是释出某些神经化学物质，产生了愉悦或快乐的感觉。每当你为追求目标而学习新事物，就会激发快乐的事件。这种生理反应就是为什么追求目标的人认为追求目标或梦想比真正达成目标或实现梦想更有满足感。14、做有创意的事。上天把人设计得具有创意，它与生俱来就存在于我们的 DNA。 追求创意是放我们内在的天赋，我们都有创意基因。当我们追求任何创造性的事物，它会触发正面情绪并创造新的神经通路。大脑喜欢我们创造新的神经通路，所以它会助人神经化学物质，产生兴奋感。每次我们发挥创意追求某件事，都是在做快乐的活动。5、追求主要目的或喜欢的事物。大多数人并没有遵循自己的人生主要目的，而是跟随别人的，可能是母亲、父亲、配偶或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人。当你不追随主要目的，你不会快乐，你不会期待星期一或其他任何工作日的来临。你觉得生活是件苦差事，焦急地等待周末、假期和休假日的到来。你追求的工作后活动往往是不健康的，例如过量饮酒。你经常陷入负面、沮丧的思想中。这不是人生要你这么做的。人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人主要目的，这么做可以唤醒我们的内在天赋，刺激大脑的创意部分，而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之处。追求别人的愿望，你不会快乐和成功。你需要追求本身的愿望，你需要追随自己的个人生活主要目的。成功人士追求创造快乐的活动。第29个负习惯，训练别人如何对待我。成功人士明白，如果想得到他人适当的尊重对待，你必须训练他们适当的尊重和对待你。他们不会让其他人对自己不善，他们说不多于说好，训练别人尊重他们以及重视他们的时间。不成功的人允许其他人对他们不善，因为自尊心低，而且不像成功人士那样重视时间，所以允许其他人用随便的态度对待他们。下面是一些指导准则，训练他人给你应得的尊重，停止对一切说好。说不会发出讯息，让别人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偶尔说不，会让人知道他们不能对你予取予求。说不需要勇气，不要让害怕令你踟蹰不前。不就像交通停止号志，传达我不是你的奴隶的意思。对一切说好是另一种号志，写着我是你的奴隶一直说好，就是在训练别人对你子取予求。不要只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把你的所有时间都交出来，会发出一种表示你是弱者的强大讯息。3不5时要强硬一下，这会让其他人知道你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你是强大而自信的。不要犹豫不决，坚持你相信的事情。如果你不断改变念头或允许别人改变你的意见，你就是在发出一种讯息，表示你是可以操纵的。你等于在训练别人操纵你。成功人士训练别人如同对孔子教导我们，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第30个负习惯，寻找使徒帮助我达成目标和实现梦想。白手起家的大富翁不是靠一己之力到达那个地位的。最大的财富累积是透过追求和实现梦想取得，而且几乎100%的时候需要团队合作。能将自己从一般人提升为白手起家大富翁地位的人，都找到了他们的使徒。这些狂热分子分享了他们的梦想及其对那个梦想抱持的热情。
耶稣基督找到与自己契合的使徒，他可能是这方面最有名的人。他找到12名使徒，帮助他传播重要讯息和理念。耶稣成功了，不只因为他的讯息十分重要，更因为他找到的12个人也深信他的讯息和理念。如果不是他的使徒，世界就不会知道耶稣这个人或他的讯息。成功人士能够建立一个或多个接受他们的梦想和目标的人组成的团队，他们能够找到100%接纳自己理念的人。成功人士明白，找到接纳他们理念的使徒，就会化梦想为现实。不成功的人不擅长建立团队来帮助自己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他们总是单枪匹马，却希望能够成功。但是要找到使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受到你的理念吸引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使徒，很难找到有人会100%投入你的梦想。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在追寻自己的计划、专案、梦想和目标。你必须继续寻找，找到你的使徒，但这是值得努力的。你不需要12个人，只需要一个使徒就可以让魔法发生。苦于找不到使徒的人都知道，这是一趟非常困难和令人泄气的旅程。对的使徒是献身于你梦想的那些人，他们成为你的理念的狂热分子，100%投入。寻找你的使徒表示你找到了一支团队，他们都拉着同一辆车子。使徒们将专心致志，致力于使你的梦想化为现实。加入团队的每一位使徒会使你实现梦想的速度呈指数成长。一般人找到使徒后会成为白手起家的大富翁。复习惯总整理。现在你已经懂得30个复习惯，可以透过一点点努力和承诺去改变你的生活。现在总结一次，帮助你让他们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就做。一，我会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而且每天遵循这些良好的日常习惯。二，我会定义自己的梦想，然后针对每个梦想打造目标。我每天专注于梦想和目标。三，我每天至少花30分钟用于增加知识和提高技能。我每天都会投资自己。四，我每天将花30分钟运动。我每天都会吃健康食物。五，我将设法和其他励志成功的人建立深厚的关系。六，我每天的生活都会处于节制状熊。七，我每天都会针对我的目标采取行动。八，我每天都运用复思维。九，我会把收入的10%存起来，靠其余的90%过生活。十，我每天会控制自己的言辞和情绪。十一，我会做我喜欢的工作。十二，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梦想。十三，我只接受正面的信念，消除所有的负面信念。十四，我将请益于成功导师。十五，我每天都会专注在我的梦想和目标上。十六，我只设定好目标，并避开坏目标。十七，我不怕风险，我会冒帮助我达成目标和实现梦想的风险。十八，我每天都会保持耐性。十九，我将设法超越别人对我的期望。二十，我将创造多个收入家园。二十一，我会利用杠杆的力量帮助我达成目标和实现梦想。二十二，我不会让害怕或怀疑阻止我对目标和梦想采取行动。二十三，我会寻求别人的意见回馈。二十四，我会开口请求别人提供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二十五，我会编制自己的个人化不做事项清单，而且每天遵循不备。二十六，我会问问题，好向别人学习。二十七，我将设法奉献我的时间给值得的人，而不期望回报。二十几，我将努力每天快乐。二十九，我会训练别人如何对待我。三十，我会寻找使徒帮助我达成目标和实现梦想。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并欢迎您的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CocoShanson.net